群，哈哈！小小主角，我的新朋友巧虎。小朋友好，我是晶晶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馨予。馨予真棒，都会跟大家打招呼了。今天姐姐要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，你看他来了。咦，大家好，我是巧虎。巧虎你好，我是张馨予。你好，巧虎你好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你好，我是巧虎。现在你们认识我了吧？好啦，我们先来和巧虎一起唱首歌吧。好啊好啊，我们一起来唱歌吧。可爱的巧虎你好呀。你好。见到巧虎心里真开心。巧虎巧虎来亲一亲。馨予啊，你喜欢巧虎吗？喜欢。那让我们和他一起玩躲猫猫好吗？好。馨予，你看猫，来，你也来一次吧。让我们再来玩一种吧。馨予，你看猫，来，你也来一次。馨予，你真棒。真棒。小朋友，你也来和巧虎一块儿做游戏吧。小朋友，想不想听听我的歌呢？跟我来吧。巧虎之歌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巧虎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最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啦。现在我要把自己最喜欢的歌介绍给你，来跟我一起唱唱跳跳吧。我是巧虎，我是巧虎，我是快乐的乐之好宝宝。嘿嘿，小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巧虎你好。方野哥哥你好。我们一起来唱歌吧，怎么样？好。我是巧虎，我是巧虎，爱吃甜甜圈，喜欢踢足球。我是快乐的乐之好宝宝，耶！哈，好开心啊！哥哥哥哥，我想和小朋友一起玩。没问题，让我来帮你吧。来，大家一起来。太棒了！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是巧虎，我是巧虎，爱吃甜甜圈，喜欢踢足球。我是快乐的乐之好宝宝。耶，真是太高兴了。小朋友，你喜欢我的歌吗？以后见到我的时候要和我一起唱哦。拜拜。拜拜。世界，可爱的小狗。啊，爸爸快看，真可爱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，巧虎，
这是小狗。巧虎你好。小狗你好。快点一起来玩。呜呜呜呜呜，我跑我跑我跑。我很喜欢吃叶子。我最喜欢玩球了，球真好玩。我才不要玩球呢，我喜欢吃肉骨头。肉骨头味道真不错。我们口渴了。我要喝水，哪有水呢？怎么一滴都没有？这……哎，巧虎，快看，狗妈妈在叫小狗们回家睡觉呢。拜拜。宝宝健康操一，伦敦桥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我们先蹲下去。好，现在站起来。接下来要扭一扭了。扭一扭，扭一扭，扭一扭，扭一扭。大家都学会了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动动身体了。宝贝宝贝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宝贝宝贝站起来，一起蹲下来。宝贝宝贝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宝贝宝贝蹲下来，一起站起来。好，现在大家一起来扭一扭。宝贝宝贝扭一扭，扭一扭，扭一扭，宝贝宝贝扭一扭，一起扭一扭。宝贝宝贝扭一扭，扭一扭，扭一扭，宝贝宝贝扭一扭，一起扭一扭。接下来我和姐姐搭成一座桥，你们来穿过大桥吧。伦敦铁桥跨下来，跨下来，跨下来，伦敦铁桥跨下来，就要跨下来。小朋友，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习惯，我会打招呼。小猫和妈妈要去买东西，他们看到了谁？啊，原来是巧虎。巧虎你好。你好。小狗和爸爸在蛋糕店里买蛋糕，他们看到了谁？啊，是巧虎。巧虎你好。你好。小猪和小兔子在公园里玩跷跷板，他们看到了巧虎。巧虎你好。你好。巧虎，和妈妈一起出去买东西吧。好，太好了。巧虎，出门的时候要牵着妈妈的手，记住了吗？嗯，记住了，我会拉好妈妈的手。嗯，巧虎真乖。还有啊，见到认识的人要说你好，离开的时候要说再见。嗯，好，我们走吧。
姐你好，妹妹你好，巧虎妈妈你好，巧虎你好，巧虎妈妈你好，巧虎你好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散步。你们要去哪儿呢？我和妈妈要去买东西。那么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哥哥你好，妹妹你好，巧虎你好，巧虎妈妈你好，巧虎你好，巧虎妈妈你好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回家了。你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买东西。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嘿嘿嘿，咦，嘿嘿，嗯，嘿嘿，嗯，哈哈，我和巧虎，你好，再见。哎，你看，是安安啊，哎，安安，你看，是姐姐，姐姐好，嗯，好乖，妮妮。你也跟安安打个招呼啊，就像这样，你好，妮妮，你来说说看吧。你好，我是妮妮。你好，我是安安。对了，你们要去哪儿呢？我们要去公园呢。哦，我们要去逛街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妮妮，你要跟哥哥说再见哦。再 见。啊，妮妮真棒，会打招呼啦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走吧。走了。宝宝健康操二，体操大集合。小朋友好，我是方野哥哥，今天我们要学很多有趣的动作，先来玩球吧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。咕噜噜噜噜，再滚给我。咕噜噜，准备。咕噜噜噜噜，好，把球扔给我。好，我们完成得很棒。下面我们来玩新的，来抢球。准备，抢吧。这里，这里，哎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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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！我们抢到了，你们也来试试吧。让孩子到我们的身上来玩吧。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走，一、二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成功了！你们也来试试吧。好，下面我们把两只脚一起踩上来，一起走。好，走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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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往后。下面让我们反过来走，把脚放下来。好，开始，走，走，走，停，往后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嘿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下面我们来玩荡秋千。抱住手臂，好了，开始啦，飞喽，呜，是不是也很好玩呢？我们赶紧来试一下吧。好，下面是各种各样的拍手，小小的拍手，大大的拍手，
拍拍肩膀，拍拍屁股，再拍拍肚子，再拍拍脚。好，下面让我们用身体来玩石头剪刀布。石头，剪刀，布，是不是也很好玩呢？大家赶紧来试一下吧。你好，你好。嘿嘿嘿。咦？嘿嘿嘿。嗯？嘿嘿，哈哈。亲子玩具，指尖益智玩具。大家好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今天我和小朋友一起来玩指尖益智玩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来吧，现在我们让爸爸妈妈搭好自己的玩具。首先把绿色的波浪环插在底座上，然后把粉红色的环插好，玩具搭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玩吧。好，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开始玩喽。我的肚子好饿。我是小马，我的肚子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原来是小马的肚子饿了，我们来喂它吃东西吧。好。好，把这个吃掉了。嘿嘿，嘿嘿，哦，真好玩，转动小球还能发出声音呢。现在让我们来转动香蕉吧，走啊。哦，来走。啊，圈圈真棒，在另一根环形轨道上也可以玩，瞧。嗯，嘿嘿，玩具好玩吗？这个真真好玩嘞。嗯，小朋友，你也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。哦，哈哈，小手哆瑞咪，小手叠叠叠。